我越想投进，反而就是手越把握不住机会，多做一些防守，然后多去冲击篮筐吧。馒头都不争了，咱得争口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，双方都进入争取拿下，我有点出手太软了，现在有点浑身没劲儿。我打完干那也先能好多了。三枪，
别让他投，上，他投三分，再往前点一步。我知道，我的 ，OK， 我等会。小宋给你下掩护，你先往里勾，然后你接他掩护出来，你圈你三分。OK， 如果你这时候没有机会，你直接往那儿扔。小宋上来给我掩护，我右侧突分，他们强侧谁一补，我分你俩，你哪边都能投。如果没有机会，你俩把球拿好，我过去找你。可以，让我来个超级投。去。Woo-hoo!